大家好，我是文豪。我们现在正在准备骑行东南亚国家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开始出发了。然后骑着这个自行车，我们在云南西双版纳周边，去练习锻炼身体。第一天骑行的话，也不能走太多公里，因为咱们的身体啊，还有膝盖受不了。今天我们的目标是骑行50公里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咱们也要测试这个自行车，的性能，然后看看缺不缺什么东西。从我们上次骑自行车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骑行了，这次东南亚之旅也会最少能跑个大几千公里。我们第一站是从咱们西双版纳莫罕口岸到达老挝，然后我们从老挝再到达泰国，目前是选择这两个国家。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我们骑行非常顺利，我们就去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然后呢，咱们如果喜欢风景、喜欢旅行、喜欢异国风景的，给文豪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